小小玩意，大大能量。这句话用来形容毛膏菜可真是贴切。毛膏菜，阳光系植物，阳光消耗为100点，冷却时间为15秒，生命值300点。尽管它外表看起来柔弱，但一旦有僵尸毫无防备地踩上它所在的格子，它就会迅速伸出触手，将僵尸牢牢捆绑在原地。每隔两秒，毛膏菜就会发动一次攻击，对僵尸造成26点的伤害，同时有一定概率爆出50点阳光。当捆绑持续时间12秒后，会进行休息状态。关于毛膏菜的攻击，是无视护甲，直接攻击本体的。另外，被捆绑的僵尸会直接转变为我方单位，此时我方植物无法攻击到被捆绑的僵尸，但敌方僵尸可以对其进行一小段攻击。毛膏菜的大招技能，在场上最多捆绑两个僵尸，并且产生阳光。最后再来看看他自身的免疫机制，能够免疫大多数僵尸的攻击，无论是老爹的电磁炮，火把僵尸的火把焚烧，魔音巨人的冲击波，还是巨人僵尸的锤击，都无法对毛膏菜造成伤害。